来做。我做成有提成，只要你努力，以后也能开上我这样的车。你去跟老板说，强盛集团的项目你不想做。为什么呀？公司有提成的项目只能是我的，你个破外地来的实习生，没人脉没背景的，你凭什么跟我抢？连强盛公司的门你都摸不着。我告诉你凭什么。方总，凭我观察十七一天，他为了项目一整天都没有吃饭。你有十七努力。十七，我们去吃饭。啊，好。我请你吃饭，你就吃这个。这个对于我来说已经很好了，在我们家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才可以吃得上泡面。没想到他家庭条件连泡面都吃不起。嗯，你脸上沾了泡面汤啊？我还有工作，我先去忙了。你晚上没回家？我家里信号不好，我这几天都在公司写方案，连路由器都买不起，真让人心疼。不过我已经把方案都做好了。你一周就做好了？这可是两周的工作量。你这么信任我，我当然要做好了。天哪，十七，你不是九五后吗？你这脸垮的呀，我都想叫你上阿姨了。快买个美容仪，先好好搞搞自己的脸吧。我之前买过，不过每次都要十几分钟，还看不到效果，所以都闲置了。别装了，我看你根本就是买不起吧。为了个项目奖金，把脸熬得像枯树皮似的，一看就是情人节又没人约吧。不像我，脸嫩得像鸡蛋似的。鸡蛋？是茶叶蛋吗？那你的脸真的很黄哎。你别进去了。怎么了？方总不是说今天要带我去见强盛集团的客户吗？总裁最近遇上大麻烦了，公司资金链断了，强盛集团拒绝合作。哎，我们真的很想跟强盛集团合作，请再给我们一次机会。不，对不起啊，你们公司现在的情况我们不考虑。喂，老李，是我，这个项目不用招标了，就跟方氏合作。好的，大小姐。搞定了。强盛集团是你啊？哦，那个是我爸集团下面的一个小公司。那你之前借我的车，说你连奔驰都没开过。那是因为我需要用你的车来装穷，要不然我妈不相信我。妈，你都看到了，我穷的都只能开奔驰了。你以后能不能不要随便给人借钱？那你说逢年过节才能吃泡面？是因为我太喜欢吃泡面了，我妈又不让我吃，所以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才可以网开一面，让我吃一点。那你还说你家网不好？说到这个，我真的要气死。一千平米的大别墅，那信号我够都够不到，你说我能好吗？千米，那你家住哪儿？深圳湾一号啊。